这就是说真的，就去 gank 这两个人其实很痛苦的一个。总觉得这个位置多多很危险啊！多多这位置交点上，上面有个催眠气泡踩到了，洛这边过来帮忙打 Q 一下，给多多回头血化了个虚弱，有风墙被躲不掉，躲不掉，躲不掉。你这边左一拿到塔下的厂长瑟瑟发抖，血量非常低。 左一又过来，飞行没有拉到，不过还可以 ，Stora 还在找位置 ，OMG 尽可能的四面八方站开来，下去龙是谁的？哇，大龙被抢到了，厂长抢到大龙，厂长现在在跑，龙坑里的战斗被石头人和亚索给支配了，大头这样应该躲不掉了，被跟上了一个 Q 车轮饼子，血埋伏。 这里一技能交掉，控下，控哎，妖姬过去偷一套伤害，但是 Q 没出手，只打了一个一技能伤害，这边哇，左一在侧面打到了，配合蓝墙输出，直接把康迪给瞬间秒掉，而且这一波后续还可以追击。这边零，这个炮车已经把防御塔 A 到了1/3的血量，还在继续 A， 闪现开，哇，三人上线配合出了大招，卡莎直接 RG 打后排，霞直接被切掉，平推了。 是很好，他人够绕后，但是队友不一定跟得上输出。那儿的一个陆气装的还不错，看一下，里面康迪还在等待，康迪进场跟着圣衣一起，但是只定住了一个流金钟，流金钟瞬间被秒，但是蒙多顶在了前方，后续输出，那儿还有大招还在追，这个蒙多在这个位置交出了闪现，被拍过来，闪现拍到两个三，后续秦刚一紧张秒掉了林伟翔，哇，这一波后续的一个。